我要 S 的问题。我也是要 S 的问题。哇，比我们有默契嘞，快有比我们有点激动，比五个点，五个点，比我们很有默契哦。你再来给你尝啊。现在可以了。从其前面。我永垂不败，向奥地利磕头上拜，信念永不更改，跟我鞠躬 say hi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马老。前几天我就跟我的关注一起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 YouTuber 挑战做 gay 天，他就讲他挑战跟女孩子拍头一天，然后我的关注就跟我讲，你一定做不到这个东西，不能啊你。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做 gay 一天，所以我们来邀请我的 gay 的女朋友。啊，掌声欢迎！给来关主来讲一下今天我要做什么。你的任务就是他叫你做保，然后你不可以表现出任何不耐烦。如果我表现任何不耐烦呢？他要怎样就怎样哦。我是你女朋友啊，你对女朋友可以讲 no 吗？先要这么先。吃饭啊，做什么饭没？你是女朋友也这样讲话嘞？我不管啊，我是这样霸道啦。别不爱，吃饭走路。你要吃什么你讲。我是最贵的。整个小明猫最贵是什么？我问你，看，回答我。我一狗。你对女朋友这样不耐烦的没？如果发现是一表现那里不满意，就可以直接。八。选你选你选。我不会选的。你选你选。熟悉 King 哦。我不要。熟悉 King 我也吃。好，做之前做之前，你讲你要吃什么你讲。你给我几个选择。八不得。不要。因为你真的是过啊。你管我啊！我在打就打你，我跟你讲。哇。OK 了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想了。我们一边走，去到楼上哪里一间你就去。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噻，可以给我砸一下。你叫我功夫我就。我们现在要摸，我会加摸。加摸。助けて、助けてくれ。啊，懐かしい。好，现在我要带我的女朋友去吃阿拉西火锅。你娘是什么逼 ？What？ 火锅。那你没有问我要吃什么嘞？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个浓郁番茄。你可以走开吗？就你这样子的， okay, 我喜欢公主，你吃东西不可以咩？哎，躺这边。就躺躺啊。哎，女朋友不是要躺咩？回家来给你躺啊。现在可以了。我的女朋友，女朋友她想吃浓郁番茄菜。我要 S 的问题。我也是要 S 的问题。哇，比我们有默契嘞！快有默契说快，我们要十指紧扣快，几张快。哎，快点！你要先，不是没有，我是跟你讲，有默契的时候，不是不是，我要这样，离我们有默契，可以看住我。不要讲有人在，你要跟我一起讲一样话，不能你要跟我讲一样话。有人在，五六七公，离我，快点，你要跟我一起讲，五六七公，离我，五六七公，离我，五六七公，离我，快点，五个点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一样多一次啊，因为我们做一样的手势。对。比我跟你讲过这个，我练习一个，比我们牛，我看是我哎，我搞歪了，我练习一个，快点，你们比我们很有默契哦。我们要以公平啊，我不可以不耐烦，不可以发脾气嘛，你可以不耐烦，但是你不可以发脾气。我没有发脾气的。OK， 如果你发脾气，我一把。那一直给打那一直咩？所以不要讲话比较好啊。我们又做一样手势啊！比我们有，我不要再做那个手势啊！你知道为什么我叫番茄吗？因为我今天是番茄的女朋友，叫浓郁番茄。所以你今天是叫浓郁啊？对。所以你不要再叫我叫你比咬啊，我叫你浓郁。你现在是摸我这样子女朋友啊？帮他了。我跟你讲，拍完这个东西你会死。等拍完你要打算呢？哦，你吃东西先自己吃先啊。不然要喂你。不然呢？要喂女孩子吃先呢？开嘴巴。你吃饭你怎么会有那种嘣嘣声啊？我绑牙，还是卡住牙齿。第三个任务是考验我们节目。我哪里来跟你默契哦？牙齿看就懂了啊，没有去做有为止啊。我们两个会跳一支旗舞。哎，人家里面跳脚看呢，跳不好看我也没变的。也是啊，你都丑。我丑你又喜欢。因为爱是你的心，这么你傻啦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受到攻击了。不可以这样打我，不可以这样打你。没有，你讲话，你不要摸。没有啊，你刚也是摸我，不是？我爱的是你的心。我蓝脸很阴茎的，你真的。我阴茎，你我爱。
因为我爱的是你的心。赶紧吧，赐我200块。我一个人吃咩？你们吃咩？我要去买化妆品，然后你要在里面陪我选。这个我接受不到。你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的？没有，我买给你啊，你去买。没有，你要陪我选。我讲我都不会，你就学啊。从来没有拍拖到这样不开心过。我开心就可以了，不是？来，怎么这样丑啊？被你可以带啊？这样丑我男朋友都带了出门了。哈哈哈！操！拿手吧。说话，干什么？你不会把我接回太自然了，哇，蓝的什么 Aspen 啊，几个50多块，可以不要这样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像拍拖啊，我给你扣住我感觉了。你这样扣住我，你吃东西不会很辛苦？不会。等一下聊一下你。今天是我2020年最开心的一天，我要去 Sephora。我2020年整年已经是很零不开心了，再加上还来给你拍这个东西。肯定我老板 shopping 最开心。我先跟你讲啊，我只剩300块。一定要给你用到空掉啊！我就跟你讲，我只剩300而已啊。男朋友没有钱，女朋友是不是要贴心一点？没有钱就要分手啊。这样好了，我现在就想跟他分手啊。浓玉，我遇到你的闺蜜浓玉，我的人遇到我的女朋友的闺蜜呢，我就想去把她按在地上拖住她走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的靠，我的女朋友叫我把你按在地上。跟我男人分手。女朋友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好啊、女朋友，你还有什么？就这样啊，就这个点。来给钱，不要给钱争爽。不要踩到我的鞋。你不准今天再买的，你要打我，我打不你啊！踩我的鞋还要打我？花篮吃完了，自己拿去丢啦。哎，你这个是男朋友也是男佣哎，我叫你男就男。对啊，完了吗？还没完。打分了，打分了。现在我们要完成第三个任务，终极任务，我们要跳我们的双人舞，去我们秘密基地 ，Let's go。可以不跳舞。这 video 让你们看到怎么做冲刺。来，我教你一次。我不要。你没有选，这个是终极大任务。我不要跳。我没有给你选出来。买那个什么烂玩意儿？我可以不要。这么累，这么我一定 OK OK， 我不要做这个东西，有惩罚吗？没有惩罚。从头我的西沟，叫啊妈的，我的西沟，走。我不喜欢我的女朋友逼我做，我不喜欢做。无聊西，快点，无聊西沟。快点，快点，无聊西工，哦，快点，对，你那么不爽，我去打你，快点。我的朋友会笑我哎、欸，他们笑啊，你是把不是给我朋友笑嘞？我朋友已经在那边笑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不要做这个东西。你没有不要，你有选择权。不要，我可以跟你吵架了、啊。这就不重打、啊。怎么两个女孩子啊？两个女孩子、啊？女孩子。跳！不要这样长可以了，短一点。没有，快点。有的上，有的凉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做这个，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从去前面，然后比个扔。OK， 你可以帅的，我跟你讲，可以噔噔噔噔，又不累了。哦，这样。哦哦，跟你这样。OK， 我不要，不要选全面。哇，我的这个拳头啊，真的很想一粒个猫下去啊！快点，一个八八八，按左右，八八八，右左开开，冲 and love。OK， 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可以啦，真的，我不要了，我已经给你票了，已经好了，已经算了。没有要录啊。对了 ，OK， 分手，分手，没有的分呐、啊，分手，分手，分手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。没有，没有，最多到这个 love， 最多。给他这个 love 好吗 ？OK。耶！喂，哎，没有可以不
要这个跑吗？没有的吗？走进来可以吗？走进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只要讲，你要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，你好气的话。然后一进来，我马上就进来喂喂。哎哎，难啊喂！从此不会再拍这个系列。OK 啦，今天就是我要试看一下 gay 拍拖到底是怎样，觉得根本都不像 gay 拍拖，根本就是在惩罚，就是他叫我做梦我就要做梦。没有啊，哎，拍拖是要跟住自己的感觉走的。你刚刚感觉很对，你跳舞的感觉 ，yes， 看 video。OK， 他的 Instagram 在这边我放，以后你们要找业配可以找他，他也是红人来啊。OK， 拜拜。